如果不太吃得惯羊肉，肯定会觉得有点重。这是油啊，羊油啊、哦，这个也可以吃。你看啊，看我，看。哦，你们尝尝，这个这个味，尝一点，吃惯了很香的。我也想尝。嗯，你吃吗？那个。你不行，你意思意思，你必须得吃，不是？哎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你吃一口，吃一口，你吃一口，不是你尝一口呗，巨好吃，你感受一下，甜的，一小口，我不吃，不是说不喜欢，确实有点吃不习惯，羊的那个膻味有点太重，实在是觉得有点吃不下。好吃，那个好吃，给你来一块，给你来一块。哦，我不用啊，好，师傅。嗯，对，好。哇塞！给你来一点，这一点点尝尝，一点点，来一小块。这个都可以吃，对吗？对，师傅很用心，都要端出来，习俗肯定要遵守，跟随师傅嘛，同吃同行同住嘛。嗯，